清灵贴心书如行云流水，月下门推星稀如你脚不碎，忙不迭千年背一踏却难踏你的美，真几绝真心能给谁，牧笛横吹红酒笑才有几点，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，墨奔一些而墨香不退，与你同流余味，一横朱砂到底卷第二首歌《蓝田序》，我觉得我一直反复，反正也希望就是每个
越来越喜欢我们的人，越来越喜欢我们自己的文化，以及让他让更多更多人，更多国家的人，地方的人都听到。南庭旭，谢谢。笑才有几点，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，似醉莫奔一些，而莫相不退，与你同流余味，一行朱砂到底倦了谁，无关风月，我继续等你回，悬笔一绝，难免浪千点，情字何解，怎落笔都不对，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，无关风雨，我继续等你回，悬笔一绝，难免浪千点，情字何解，怎落笔都不对，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，不管风雨，我继续等你回，陈笔一绝，那岸边浪千笔，情字或借字落笔都不对，而我独缺你生了解，陈笔一绝，倾城尽刻见湮灭，青石板街，回眸一笑你弯月，恨了没？你摇头轻叹，谁让你蹙着眉？而深闺徒留胭脂味，人言难飞，转身一瞥你清泪，掬一把烟，手揽回忆怎么睡？又怎么会心事密封羞
写真真面对，落花原蝶你会怨着谁，不管赴约我继续等你回，全地一切难免浪千年，情字和剑怎落笔的不对，而花独全你一生的仙女，我在这个广寒宫里面啊，每天啊那是非常的孤独，唯有一只聪慧可爱的玉兔陪着我，因为它深得我心，所以我给它取名叫深深。听说今天有一个可以将万物都化成人的机会，希望我的玉兔也可以变成人，这样它就可以日日陪伴我玩耍了。深深，深深。我的玉兔呢？哎呦！Hello！ 哎呀！主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广寒宫唯一的宠物玉兔，我的任务就是睡觉、捣药和逗全月球最美的女人笑。这么一看，节目组对你太好了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只有我是人。你这个衣服简直是不是一个剧组的？女，一名异性，摆出字母 A 的造型，开始。走，三二一，不等人。你们这是字母 A 吗？你看这样，这样和一横嘛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有尖儿。请做出游泳的姿势，开始。三二一，不等人，不等人。白鹿，你这是要拿下谁呀、啊？这是。请准备，请露出可爱的表情，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，进行双人比心，开始。木头人。啊！竹子啊！你不管我的死活呀！珠子，我的玉兔抛弃了我。珠子，请模仿接下来沙哥会做的动作。开始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你这是什么动作？别往这儿看，别往这儿看，你们玩你们的，别往这儿看。人，哟！
你不愧是只知道李荣浩，李荣浩老师，欢迎您来跑男，李荣浩老师，您该来了。鞋子，蛇，蝴蝶，正确，蝴蝶。这找着蒙的感觉了哈！你不适合看，你适合瞎猜。我哪瞎猜？我看到一点点。啊，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，哦，浮尘，正确。哇，牛！啊，我知道它是啥，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。不是吧？你不会也是六吧？嫦娥，再晚一点你可以回家了。我也觉得。我跟深深是什么手气呀？俩六。有请六位男生戴着眼罩前往瑶池中就位。这个游戏瑶池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。狗着。你都没有想到真正的咱们会赢在撕名牌这一局。请骰子摇到三号的成员走出房间。不想了，不想，不想，不骗人。我就跟他走过来了，我站这儿，听了六遍，说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都可以背了。两组人先到这里，一秒、二秒、三秒、四秒，谁出的呀？然后他放下拖牌，终于赢了。你看看，你们是被发展的吧？太奇怪了，你们这些人不敢说话呀，主打就是一个陪伴，不拉帮结派，把这一个逻辑玩到底。他讲的事情完全正确，听我说一句，但是他拿走了。听我说一句，这个感觉是狼互踩，就是跟他是一个逻辑，还同意狼互踩。对，我们可能是沙河发展的成员，但主要是全场只有他在说话，可能会偏成哥一点。我的脚一直在抓，我的脚一直在抓你，我都不敢看你的眼睛。还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有你，我都不敢那么放心不说话。真的，没有你，我都那么不敢不说话。我该怎么办？嘉儿哥。走开！最后的决定啊，很重要啊！走开！你个坏老头那坏老头被你们冤枉的时候呢？坏老头，坏老头，那冤枉老头的时候呢？你们谁管过？气的都快吐血了，让你们。好的。恭喜这一环节的有缘人和他的伙伴胜出，可以平分72个字块。周深今天的成绩不在于变不变成人，而是撕掉了李晨。对，时刻。这一集你把它回去刻下来，刻在 CD 上，然后把它挂在墙上。以后就放一个二维码在身上，一扫就是我撕掉陈哥那一枪。你哪儿酸啊？我是这儿贼酸，对，就整个大腿、小腿，还有屁股啊，主要是那个蹲起的那个动作太像。我的整个屁股特别的酸，咱也没有想到会弄成这样。对，给自己来个反光吧。打光，你放心，你不用打光，你很美。
你是全月球最美的女子啊！月球只有我一个人，不要去。怎么玩啊？一起帮我玩。哎，你说我俩擅长的游戏类型是？我们俩主打就是一个陪伴，主打的就是陪伴。再过几个月中秋节快到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你平时吃月饼吗？吃，但我喜欢吃无人的耶。啊，我喜欢吃，我只吃豆沙的。哦，豆沙的。那鲜肉月饼很好吃。对，鲜肉月饼好好吃，哦，好好像烤酥了的包馅，就差不多。好的，主人，我现在立马就给你做。做，马上做一个。就地变一个。今天的牛和马。你想用哪个做鲜肉馅？牛肉馅的吧。牛肉馅的。你做到了？哎，是不是很难？因为六号位真的就是没有视角。不，你最后你是根据孟子义开始穿帮了，猜他什么？一种第六感，油然而生。我在投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任何信息都没有，我就觉得。因为我觉得 baby 姐太聪明了，有可能会被拉走。如果我是有缘人的话，我一定会拉贝贝。嗯，是，所以第一反应孟子义毫不犹豫直接去找贝贝，是吧？是的。那我也感觉到了，观众朋友们平时在看我们推理时候的那种上帝视角的感觉。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自己玩的时候真的不一样，真的没有任何字幕花字。没有提醒，没有别人的画面，没有表情的解说，真的很难。而且这么多人，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盯着对方的眼神、表情，所以是很难。那我觉得你做到了，你这个票投对了，棒棒棒棒棒！不对，但是我这次发现大家在说假话，真的小动作好多，这样子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呢？谁啊？孟子义在旁边。我出来的时候就是在那放着呀。超明显。他后来有点过于，他慌了，过于激进了，就像程程一样。对，就有点话太多了。对，就这个问题。后面我就看，哦，原来后面孟子义跟程程完全就挂相，他们俩说的话状态不一样。所以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感觉。自己可以多进步吧，长点心吧，周深，进步一下吧，周深在推理这方面。这么分析，下次大家都不说话，大家都更难了，很平静。那我们节目就只能靠后期老师配花字，去解读一下。只有花字。哎，你们两个六也挺绝的。对，真的这是什么运气？真的无语了。可能下个热搜叫跑男送骰子，叫月宫 CP 两个老六，月宫老六。没想到，绝对的意料之外啊，意料之外。我们一直在求，不要给我们身份。这都不重要了，这都没有说周深今天能撕掉李逵这件事情振奋人心，真的是值得克爹。以后来的每一个嘉宾，我都告诉他不要撕我，不要第一个撕我了，我可是首任的李晨的人。嫦娥奔月，嫦娥奔月是每个人印象都很深的一个故事。还有什么夸父逐日啊，这些是吧，都是这些故事，就是你从小到大你都会无意间从各种渠道去听到，所以你可能没有去刻意的去翻那本书，但是它就是一直陪着我们长大。一些带着皮肤的角色，我今天是嫦娥，然后依依是西施，下次搞个什么呢？孙尚香啊，大乔小乔。孙尚香可以。孙尚香啊，虞姬。我很简单，就做个人。肯定是范丞丞的马了。范丞丞的马和陈哥的帅。沙爹的鱼。鱼是可爱的，马真的是搞笑的，有一说一。是。咱们的衣服越做越好了，真的，越来越精致。而且他们后面还有半马，真的。对。半马之后还有人形。就不光是精致了，现在还走一些诙谐。已经在期待下一轮我们来穿什么衣服了。我说什么？我要扮成男版香妃。什么？周深变成蝴蝶飞？
就很像，就感觉对，然后就觉得很漂亮，然后又可以穿到古装的很开心。其实更像百合少年哦，是吗？刚刚那个，这个翻出来更像哦，这个很像啊，这个很像，那一定是思明法呀。